Hello， 大家好，开车我们是业余的，搞笑我们是认真的，我们是一言不合就开车的 Amazing JJ。 今天我们不开车了，因为今天我们要开 Party， 喝酒我是专业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 Beverly Hill 的 Mr. C Hotel。 我从来没有来过这儿，这是我第一次来这边。哦，是哦，堵死你哦。我堵了一个半小时哦。但是这里的环境特别好，它两副面孔呢哈。你看，所有的奶类都是迈巴赫。在哪里啊？这边啊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那可能是老板自己的车。嗯，反正我的宝马我都不好意思让他们买奶。关键是舍不得花20块钱，那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就要来了。首先我们要祝大家圣诞快 乐。那么在新的一年呢，我们也祝愿每一个人能够开上自己的 dream car。 那上一次我们的北加之旅之后呢，就有人留言说让我们做一期美酒加美女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享受一下 Hennessy 的 Cognac。白兰地千百种，但只有产地在法国干邑地区的才叫做 Cognac。今天我们来到了 Hennessy 和 V-Stream 举办的 Cognac 品酒会，快和我们一起尝尝$200一个 shot 的富豪级 Hennessy 吧。轩尼诗百乐亭干邑是1979年酿酒大师严·贝尔沃采用上百种极品生命之水调制出的一种干邑，它的口感优雅丰满，美味柔顺，还有些许细腻的特性。喏，看看小姐的脸就知道有多好喝啦。那我们现在上主菜了，主菜是 Filet Mignon。 那我们现在尝一下呢 Filet Mignon， 然后呢搭配它的呢就是我们的 Cab。 好吃啊。 Yeah， sorry， please enjoy。牛肉就是要配红酒。我们前面刚刚也喝了很多香槟，然后这个香槟呢非常不一样，因为它是用 Lady Gaga 的名字冠名包装的 Dom Pérignon。 17世纪的法国，一位修道院酒窖经理 Dom Pérignon 意外研制出了人类第一批香槟酒，所以今天的冷知识就是不是所有的香槟都能叫香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是当瓶的香槟都不是香槟，那个叫气泡酒。 OK， 好喝吗？还不错。那今天也吃饱喝足了，那我们今天带大家看一下这个 Mr. C Beverly Hill Hotel。时尚别致的 Mr. C 成功将洛杉矶城市特色和意大利风格完全融合。你觉得它的 C 代表的是什么？是 classic 吗？ culture？ 我觉得可能是它的名字，它的 last name， 它的第一个字可能是 C。 对，可能是姓陈的，或者是姓唱什么的。OK， 那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吧。除了满眼艺术感的现代意大利家具，酒吧里的 Bellini 也是 Cipriani 家族自己发明的特殊鸡尾酒。跟大家说，刚刚 Mr. C 是唱的，其实是跟大家开玩笑的啦。所以在纽约呢，是有一家很有名的酒店叫 Cipriani。那这个呢，其实是 Cipriani Family 旗下的另外一家酒店，所以它就叫 Mr. C。那这家酒店其实在东岸是非常有名的，它有点像 Maria 那种连锁酒店，不过它呢是 focus 在这种小小的酒店，不是说那种豪华大酒店。我懂了，就是说他想卖奢侈品卖不出去，他就说我是一个轻奢。我觉得挺好的，我很喜欢这里的这种有文化的感觉。这个酒店用书架的装饰地方有很多很多，所以它的 Mr. C 也可以解释成 Mr. Culture。 OK， if you say so。 那最后呢，还是要预祝大家圣诞快乐。那么谢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咯。那希望喜欢我们视频的你可以天天开心哦，点赞三连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咯，拜拜。
Merry Christmas。